昨晚人气演员王小晨深夜抵达上海参加活动，当天王小晨身着皮夹克搭配牛仔短裤，脚踩白色短靴，一双大白腿和热辣好身材尽显无疑。即使是深夜抵达上海，也有一众热情粉丝前来接机，王小晨也亲和力十足，与粉丝一路热聊，大方合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路人镜头下王小晨的颜值也是极高，肤白貌美，笑容甜美，一双美腿尤为抢镜。不少网友纷纷留言，想说我真的没爱错人，知道他亲和人好，没想到他人会是这么的好。好爱你好爱你吧，性格超好，漂亮，阳光开朗，真实的大美女，长腿 girl， 气场1.8米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走路带风吧。